了，所以这几天一直在看。伸向动，我就比给你们，先不动，先确保安全。好，对，就是我们等一下准备走深夜十点，那我们机箱都先不动，先试耳机的声音。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工作人员，这个叫月月，这个叫月月，这个叫月月。这个导演组太实在没有钱了，他们只能请一个人。那现在跟你是持平的一段，但我总觉得最后一段你声音有点埋在里面，要不要最后一段我的声音再小一点？谢谢各位。我一上去我就觉得有人卡着我喉咙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唱。然后冬天每一个场馆的暖气都是从上边上来的，很烦。我一上去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唱了。平常不唱，那我今天干冰就水雾机要推大一点。嗯，推大，因为之前我都会在前面看。干冰有加湿作用吗？你可以多几首慢歌给我干冰吗？其实它是水雾，其实。可以，因为它其实就是水，有加水在里面。因为其实我跳舞的时候，我走的非常少，你就给第二趴什么地方，你就给就好了。热爱啊，或者星光开始的时候，你们都可以给我点啊。好，我开场我跟你说什么烟啊、风啊什么的，你就给我通通往上怼。省点钱了，顺便让我顺便吹几给你，然后你再上。就是有雷你都给我劈下来。OK， 好，我先记下来，我等下跟你说。对，就是千万不要让我干。我只要不要出现唱歌情况下，我能多给我就多给。不会不会，我跟你说，泡水里我都可以唱。红色比较多，我在想今天可能带黑的，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颜色是比较整的，可能黑的好一点。提姐姐发个微博。对，你刚刚的舞台，欣赏。把自拍给你删了。啊！他可以找回。这倒没事。就勇敢说，深夜是像那个燕归巢那种飞吗？目前来说，飞两句给其他朋友们听一下。你不跟我一起飞吗？你单飞。那个燕归巢的时候，我观察一下，它不是成群结队的飞。好有道理啊。是谁间歌声回答回答思念的滚烫，去年的家书两行，读来又热了眼眶，云水边情不难扬，烟波里久违的故乡，
会继续在演唱会上跟大家见面。当冬天过去，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我们在2024年以更好的状态见面。谢谢。我们都没。